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呐、分是分明啊，了是明了啊，这是五眼里面的肉眼跟天眼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人肉眼天眼做不到啊。啊，极乐世界的天眼啊，肉眼天眼就有这么大的能力，无量无限。啊，它的分明，它的明了，它的通达都是无量无限。啊，为啊这个等为得一天眼，则圆得无眼。一个得到，一切都得到啊！啊，这跟他方世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不一样。本经第三十品菩萨修持品啊，这里面说彼佛刹中一切菩萨修行无眼，是其真也。一得一切得了，是以能见尘数佛国，明照众生，时此生彼啊，寄身立卧，常作佛事，是此愿之深也啊。这是讲这个愿无比殊胜的利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得弥陀这一愿的加持，天眼天耳啊，得这一愿的价值，能量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你能够见到尘数佛果，就是前面讲的普界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佛果啊，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不漏，你全都见到，你有这个能力啊！啊，你听的能力一佛如是，设方刹土的时候，任何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都听得清清楚楚。啊，像前面一样，有作意，有不作意。啊，不作意随便都听到，作意什么特别注意听啊，特别注意听就非常清楚，这一字不漏啊，明照众生，这是讲见啊，你见到一切众生啊，在这个十法界里头啊，使此地生到彼处啊，范围缩小了讲六道轮回，范围扩大了讲遍法界虚空界啊，到哪里去受身呢？缘在做主，哪里有缘哪里就去了啊，现在在外国啊，
这些年来催眠很发达，很普遍啊，在催眠当中发现有一些人前世是别的星球上来的，不是这个地球啊，也有在这个地球上升到别的星球上去，这也是又从别的星球上又回来了，有这种情形。啊，这是从催眠的方式能够透露这些信息。啊，那在极乐世界你就看得很清楚。啊，寄生立无常作佛事这两句是你学了佛之后行菩萨道弘法利生啊。啊，做这些事业。啊，做这个事业，心要发得大。啊，如果你念念都是念这个地球上这个小圈圈里的众生，你将来寄生立无常作佛事还是在这个地球上。如果常常回想，啊，天天回想。回向的都是变法界虚空界，哦，那你的缘结的广了啊！设方刹土微尘世界，要这样的法缘啊！那这样法缘能做得到吗？能。为什么呢？神足通里面讲变化了啊，这里还没讲，后面会讲到神足通。你能分身分无量无边身啊，你自己的身在极乐世界没动啊。还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可是你的分身已经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去了啊！去干什么？修福修慧，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啊，普度一切众生，福慧双修这样才能够快速成就你的圆满功德啊！这在说出阿弥陀佛法愿真正的用意啊，改其意为：若为此愿之起，仅为灭我生善，于厌苦心乐，此尚非极乐真经过人之实际功德。啊，极乐国土天人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故，且得天眼呢，皆能圆具啊，圆满具足慧眼、法眼、佛眼，于本具之肉眼，是为无眼。无眼圆明呐，是以能见尘数佛故啊，微尘数的佛故。并明照众生生死去来种种之相啊，于是可以救济群生，利益万物，此方是本愿殊胜之利啊！
上至两说，后者切近弥陀本愿。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相好，可以说达到究竟圆满了。修任何一个法门没有这么简单，没这么容易啊，总是要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得到啊，哪有这么快速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晓得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法门。啊，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头明白给我们宣布。啊，对于我们根性劣的人，没有智慧的人，这么多法门我们如何选择？佛慈悲也，大集经上告诉我们，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你生在如来正法时期，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几句话太重要了啊！我们有所选择了，我们生在末法时期，那佛说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净土第一部经的，这个汇集本是专门为末法之后的九千年这些苦难众生啊，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啊，我们中国历代祖师所记载的是3037年。啊，老一代的祖师大德都用这个年，都用这个纪年，像印光大师啊、虚云老和尚、地仙老和尚，他们都用这个纪年。啊，跟外国人讲的2500多年了，差不多相差600年。啊，这些无关紧要。啊，紧要的是戒定慧三学，这个重要。啊，一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啊，戒是什么？规矩，你得守规矩，不守规矩就不成方圆。啊，一定要懂得守规矩。啊，守规矩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啊，所以基础啊，这做人的基础。佛教导我们五戒十善。啊，我们净宗最高的修行指导原则是敬业三福。佛讲得很清楚，
啊，在《观无量寿经》上说的，就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也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菩萨要想成佛，都要修这三条。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你说这个话说得多重？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事出世界法。你要想成就，你就记住孝亲尊师这两条是根本的根本。啊，不孝父母，背师叛道，你的根坏掉了。修再善的善业，你没有根呐！啊，做再多的好事，啊，果报是什么呢？果报是恶道里面享福。为什么他好事做太多了？为什么到恶道他根坏了？啊，你像我们借佛经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提婆达多。啊，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背师叛道啊，处处跟佛作对啊，他想把佛害死，他自己事先成佛啊，啊，这个堕地狱了。但是他也做了不少好事，真的好事。所以佛告诉我们，提婆达多现在在阿鼻地狱。过的什么样生活呢？跟忉利天差不多。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啊。哎，你再看那个小动物，你看这个人做了坏事啊，他犯了这个过失啊，他堕畜生道了，他一生做了很多好事啊，利益众生的。他现在变成宠物了，哎，虽然是个畜生，他快乐无比啊！啊，多少人疼爱他了，多少人照顾他了，啊，死了以后还有人给他送终啊，还有人给他筑坟墓纪念他了，啊，有福报吗？做好事吗？啊，那有些人我们看到好像修这个修得很好，升天了。啊，这佛在经上讲的，有些天人生活很贫苦啊，还比不上世间富贵人。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啊，经教上讲的，营业跟满业不一样。营业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去的，那个业叫营业。满业就是什么？满业就是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这属于满业。哎，你这个喜欢帮助穷人，用钱财为念，你来生得大富大贵。啊，那你到这一道来的时候，那你是无戒，啊，不杀生、不偷盗，这个无戒能修得好，啊，他是这么来的。啊，无戒是善，啊，要营业引导你到哪里去？啊，所以敬业三福第一条是人天福报啊，啊，人天的大福的时候是在孝顺了，啊，孝亲尊师。啊，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我们把这一条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孝亲尊师，弟子规也。
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啊，修持善业啊，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这三个根非常重要，三个根扎稳了，你是圣贤的基础，你要学佛你就成佛成菩萨，你要学儒你就成圣成贤，你学道你就成神成仙，决定能成就。为什么呢？你有根啊，如果没有这三个根你就成就不了啊。这个要知道啊。我们再看下面啊，经中彻听十方未来现在之事，这是第八天耳通愿啊，天耳通又名天耳智愿智通啊，这个智字在前面跟诸位做过报告，所有六种神通啊都是智慧起作用啊，都是智慧起作用啊，这个智是自性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啊，它在眼啊就是天眼通，在耳哎就是天耳通啊，这是啊天耳指色界诸天人之耳根啊，天人指色界的啊，四禅天的天人能闻六道众生语言呢，即圆尽粗细一切之言声啊，那我们晓得一般的听儿童四王天就有了，但是能力不大，它有范围啊，一般讲来呢都是以忉利天为标准啊，欲界啊，想忉利天四王天必须作揖才能真正这六道众生呢，才真的看清楚看明白了，不是对上对下啊，你比方忉利天，忉利天以下的他能看得很清楚啊，看人间看得清楚啊，看过鬼道地狱道都能看得清楚啊，音声呢也能听得清楚啊，圆尽粗细的音声。慧疏曰：天耳通能闻一切障内障外，苦乐忧喜言语音声无容也，无容是无容是没有障碍。这一愿呢未以经文，各种天人不得天耳，下至闻百千亿诺由他诸佛所说不系受持者不取真觉。这是魏舍康僧铠啊，康僧铠所翻译的这个本子在中国日本流通都非常广啊，这个本子里头的愿文啊是刚才念的这几句啊，
他特别提到的是呢，是诸佛所说，你能够听到啊，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啊，也就是无量无边诸佛在刹自己刹土里讲经说法，你都能听得见啊，而且呢能习受持，这个习字可了不得，你通通都能听，通通都能接受，这个了不起啊！我们听只能听一个，另外一个就把扰乱了，那就下面那是张内张外啊。我们的这个意志集中起来，只能注意一个地方啊，没有办法注意到很多方面啊，这是我们障碍啊。那是张内张外都能通的时候，那就障碍就没有了啊。同时可以接受到许许多多的音声呢，通通都清楚，一点都不搅和，这不可思议啊！这不是几个人呢 啊不是几十人几百人呢，而是百千亿都有他祝福。大概像现在电脑一样，比电脑厉害，电脑还达不到这个程度啊，他能够通通接受啊，而且都能够受持啊。闻法是开智慧呀啊，见佛是修福报啊啊。唐乙的这段经文，过中有前，不惑天耳，乃至不闻，亦诺由他，百千余善那外说法者，不取证据。跟魏乙的意思相同啊，准上可知。极乐天这个天人之耳通，远超而成啊，那阿罗汉辟支佛不能比，差太远了。不但普闻十方音声，且能听无量诸佛说法啊，所以极乐世界这个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小本弥陀经上讲的啊，生到极乐世界的天人啊，都有能力我们今天所说为的去朝拜十方诸佛如来啊，多大范围呢？佛告诉我们是十万亿佛国度啊，这些我们现在都知道，方便说啊，说十万亿佛国度啊，这个意思就是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是十万亿佛国度啊，那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想回来看看地球上这些亲戚朋友，你天天都可以回来，而且速度很快啊，真的一弹指之间你就到达了啊，用意在此地，实际上不止啊，十万亿这个距离太短了，像此地所说的啊，百千亿那由他诸佛世界啊，不止十万亿啊
你的六种通的能力啊，全部都恢复了。啊，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一般宗教里面赞叹真神的话，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啊，叫全知全能啊。啊，这是说的自信啊，在佛大乘佛法里面讲，明心见性的人啊，才能到这个程度。啊，在华严经里面，原教初住以上啊，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啊，他们已经超越十法界了。我们看幕后这一段，陈现曰：此同至要啊，啊，这个天耳通啊非常重要，是地狱众生之苦，恶鬼饥饿之身啊，闻之这个正应该是个句子啊，啊，他这里有啊，这正字或是整句之语，应该是句啊，人字边这个句啊，闻之具正大悲之心，你真正是听到了，你的大悲心就升起来了啊，是这个意思。前踏步紧纳路啊，天地之月神所谈流利之情，其因普闻此三千大千世界之月啊，神仙诵经之音闻之常乐极尽之动啊，这个动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是举忉利天主啊，他的月神现在礼没有了，古时候的礼乐非常重视啊，有主礼的，有主乐的啊，这好像乐队里面的队长一样啊。前踏婆跟紧那罗都是乐神他们所弹的这个琴啊，弹的音声三千大千世界都能听得到啊，神仙诵经之音啊，这是指道教的洞府神仙所栖息之处啊，他们修道的地方都能听到啊，不必离开呀、啊，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他有这种能力了，啊，这个天耳能够听到音声。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也曾遇到过一些人，他能听到我们一般人听不到的音声。
音声当中传递很多信息，真的是假的呢？现在的社会是有史以来啊，整个地球上从来没有过的混乱，所以奇奇怪怪的事情我们常常遇到啊。它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啊，我们从佛法上来说，佛法讲，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除佛菩萨之外，所有妖魔鬼怪，连鬼神，也不外乎感应到脚。啊，你没有感，他不会来应。啊，同一个道理啊。那是吉是凶？啊，是善是恶？是祸是福？全在你自己一念之间。他好像是个中立的，你以善念去感，他是善的；你以恶念去感，以贪嗔痴慢去感，他就是恶的。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道理啊！啊，我们遇到了，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念佛的人最好的心态是阿弥陀佛，你传来个信息是阿弥陀佛，什么问题都化解了。啊，如果你要是趋吉避凶，他说这个地方有灾难，哪个地方好的时候，你可能会上他当了。啊，你要听得怎么样？如如不动。啊，阿弥陀佛，以清净心。啊，无分别心。啊，我们这个经题上告诉我们嘛，以清净平等觉去应对。啊，不吉祥灾难的信息都可以化解。啊，如果我们是以贪嗔痴慢这个念头来对他的时候了，啊，就是好事可能也会变成坏事。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因为学佛的同学可能会常常遇到，啊，幕后这一句说：“宽诸佛说法，闻悉受持，菩萨对谈呐、啊，听病可良哉。”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么多殊胜的事情啊！啊，诸佛说法你都能听见，你可以同时接受无量法门啊，而且真正是一闻千悟啊！
啊，这是什么呢？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就快了，啊，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了。啊，在这个地方，辛辛苦苦学几十年未必有成就，啊，不如在极乐世界几天，超出我们这太多太多了，啊，没法子比。啊，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你就会一无所求。啊，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有福报，多做点好事，给谁呢？给现前这些苦难众生，为他们做的。啊，与我呢毫不相干。啊，我们一心向往的是极乐世界。对这个世间毫无留念，这样才真能去得了。啊，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去不了了。啊，要想到啊，世尊当年在世，啊，你看他怎么教他的学生。啊，晚上休息，树下一宿。啊，不准你在同样一个树下的时候住两晚上，为什么呢？怕你起贪念。哎，这个大树阴凉很好，呵呵啊，明天还到这儿来，你就起了贪心了。要把你的烦恼习气习剃得干干净净，这很有道理。啊，为众生，为戒淫众生做，这正确的。啊，要是为自己，丝毫名利心掺杂的，你就错了。啊，听菩萨对谈的增长智慧。啊，肯定有很多的误处。啊，过去未来所遇到的问题通通能够化解。这一边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我们再看第九页。他心同愿，这一章就这些意愿啊。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这一愿，我不知道啊，同学们读了之后有什么样感受？我读这一愿就汗毛直竖。极乐世界有多少众生？那个数量说不出来。我们这个地球上说人啊，单单说人，差不多将近67亿。
众生要包括畜生，还包括恶鬼地狱，还欲界天人，哦，那这个众生数量可多了。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所里头，只有人天。六道其他的四道都没有啊，可是这人天两道的数字也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呐！啊，你想想看，十方诸佛刹土每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人有多少啊，一切诸佛如来都在那个地方替阿弥陀佛招生，都在替阿弥陀佛介绍，替阿弥陀佛介绍，那去的人多少，每一个人都有他心之痛，都有能力知道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包括我们释迦牟尼佛刹在内，我们众生起心动念他全知道。这不是小事，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没人知道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啊，人不能做坏事，不能有不好的念头，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神明那一点小通跟极乐世界的人不能比呀。啊，所以你要晓得，我们起心动念极乐世界的人全知道，没有一个不知道啊，你是真的是假的。这个里头就因果啊。过去我们在贤首过世望镜还原观里面读到，那是自信的本能，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些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的加持，几乎将信德圆满的恢复了啊！我们跟还原观上对照一下就明白了，这个事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还原观上给我们讲三种周边，啊，那三种周边是说什么呢？一念呢，啊，一念里面有形，这是有物质现象，同时也有精神现象，五蕴俱足，色受想行识。啊，一念具足啊，五蕴呐、啊，啊，这也许就是现在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小光子，它具足五蕴，啊，这个
居住无蕴这一桩事情，科学家没有佛法讲的这么详细。啊，那个一念，那一念是什么呢？弥勒菩萨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啊，32亿8000年当中的一念，啊，就是这一念。这一念呢，周边法界，那我们看到这个他心之痛就不稀奇了。啊，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含容空有，含容空有。就是大乘教里都常讲的心包太虚两住煞界啊，所以我们从还原观上来看呢，好像整个宇宙啊是一个网啊，像一个圆球一样，它是网络，它全通的，任何一点都是四通八达，全部都通，一点障碍都没有。我们如果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就回归自信。换一句话说，自信里面这一些德能相好全部都恢复了。啊，华严经上佛讲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我们今天病在哪里呢？病就在妄想执着。啊，我们这个经题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执着放下了，不再执着了，清净心现前，不再分别了，平等心现前，不再起心动念了，大觉现前。这个大觉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是自信的本能啊。啊，确实圆满的智慧。啊，一切德相的基础，一切德相的本质就是智慧。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现象的基础是什么？是意念。啊，换一句话说，从意念变现出物质。啊，意念的基础是什么呢？他说不出来，他说无中生有。意念的基础其实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觉叫智慧，弥了叫阿赖耶。这意念不觉了，而有无明，这无明就是阿赖耶。啊，是智慧起的副作用。啊，一念迷了，一念迷不怕了，怕的是什么？念念迷就怕了。啊，古大德常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要觉得快。这话说的容易，话说的没错，可是迷了之后要想回头，真难，真不是容易事情。
啊，阿弥陀佛给我们想出这么个方法，就用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念头一起，立刻回归到佛号。这是净宗法门无比的善巧方便。我们能把这桩事情掌握住了，办好了，这一生就成就了，圆满的成就，这个不可思议啊！去学佛，你要去往生，你对于极乐世界，对于阿弥陀佛没有相当的认知，总是有困难。怎么样认识他呢？释迦牟尼佛慈悲，祖师大德慈悲，都在这部《无量寿经》里头啊，介绍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真把它念懂了，把它念通了，啊，怎么样念才能念懂？齐素云居士给大家做了个好榜样，十年就念这一部经。啊，他的念法呢，他是听光碟，一个光碟一个小时，一天听一遍，这一遍听十遍，每一天听经听十遍，啊，十遍其实就是一个小时，啊，十个小时就听一遍，这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啊，这一部经听完了，从头再听，十年不间断，啊，这就叫持戒。啊，我们常常想，普通的人，啊，不是善根很深厚，普通人。啊，能真正这样做法就了，应该三年四年就得三昧了，三昧就得定了。换一句话说，你那个烦恼妄想习气能扶住了，啊，三四年就能扶住了，再有两三年就开智慧了，啊，开智慧自己就通了。通了怎么样？通了还是守规矩，我要念满十年啊！这叫老实啊，这叫真干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有把握了，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点障碍都没有。那、啊、这个世间众生需要他来帮帮忙，他多住几年也不碍事，没事啊，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我们应当这样的学习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也真正能帮助别人啊，化解灾难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